为盾，保护了。顺利逃出宛城后，曹操再次向霸业迈进。那个被曹操称作恶来的人，从一介匹夫变成亲卫队队长，并得到大家信任的人，典韦波澜壮阔的一生深深烙在了曹操等人的心中。他的死让许多人扼腕惋惜。回想起来，初次见面是在山中，比猛虎还要可怕的巨汉，让我觉得传言并非都不可信啊。然后不经意间就成了主公的亲兵队长，成为了最受信任的亲信，真是有意思。典韦啊，明明那么强大的一个人，对我却非常随和。他说要一起守护主公，教会了我许多许多。喂喂，别那么忧郁，今天的主旨是回他的往事助兴啊，是吧主公？嗯。哎呀，连主公都很忧郁啊。算了，既然如此，就这样吧。那一夜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就命丧黄泉了。主公，您没事吧？恶来，我的无双之盾呢？